周易系辞传认为，八卦是仰观天文之象，俯察地理之象，进取人身之象，远取事物之象而作的。卦象的创立，把纷乱的物象简约化、规范化，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规律。同时，易卦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模式，又能使人们运用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思维。下面请听张其成老师详细讲解。你可以看一看我那本《太乙进化宗旨》啊，那是清代人写的，托名吕洞宾，吕祖，他讲的怎么抽看天理。那《周易参同契》就是讲的坎离，坎离是药物，什么药物知道吗？在那个外丹炼外丹，就是铅和汞，然后炼出来那个外丹就是硫化汞，那个东西吃了之后啊，马上长生不老，好多人一吃就吃死了，历代有20几个皇帝吃死了，吃外丹啊。所以你看啊，就是用这两个，哎，这个离卦就是什么？就是汞。这个坎卦就是什么？就是铅，也代表龙虎。所以你看周易参同契为什么好多人看不懂啊，他一下说坎离，一下说龙虎，一下子说是玉兔金乌，一下子又用五和十来代表啊，就说的哎呀天花乱坠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指这两个东西。好，我们再看艮卦。艮卦是什么？你看它是坤卦，是大地，艮卦是大地上面有个实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山。很好，来，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一个字总结啊，乾为天，兑为泽，沙也可以啊，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艮为坤为地。很好，那这里啊，我还有一点补充一下，离和坎，你看坎卦这个字怎么写的，甲骨文里面就是这么写，水这个字啊，甲骨文就这么写的，后来到篆文呢，它打了一个波浪啊，上面两点，下面两点，然后中间是这样，就像水的波纹啊。那你说是甲骨文早还是篆文早啊？当然甲骨文。所以现在的学术界就说了，他说啊，有两派观点，一派就是文字来源于八卦，一派观点是八卦来源于文字。来，我问你，你赞成什么观点？说。文字来源于八卦，为什么？因为文字早啊，不，八卦早，文字迟，对不对？对吧？你想听我的观点吗？想不想？想不想？我的观点是，文字就是八卦，八卦就是文字，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共同的思维，叫什么思维啊？取向思维，就是形象思维。你看，文字啊，八卦都是一种形象。我告诉你一个观点，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是考据学派的，张黄学派的啊！我不跟你说假话。西方心理学有一个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是中国。鼓掌。就是什么？就是这种思维，取向思维。最聪明的，爱因斯坦知道吧？他说过一句话，知道吗？他说：“逻辑思维永远不能带来发明创造，一加一等于二，永远一加一等于二。发明创造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什么？一种形象式思维，形象的思维。”啊，这才能带来创造。
所以中国人你看他的右脑思维他一天到晚都是这种形象思维。所以我这里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习近平不是带着特朗普去参观故宫吗？那习近平说了一句，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了，特朗普傻了吧唧说了一句，那埃及文明还8000年的历史，那习近平马上说了，那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是唯一没有中断的。结果这个时候过了不久，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写文章，中华文明中断了。你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中华文明中断了吗？文明的定义很多很多啊，什么叫文明？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有人说文明是什么？一个青铜器，要有青铜器啊。第二个呢，要有什么呢？要有那个相当于国家的建制。第三，有文字。那不管怎么说，这文明的定义还有很多，但是有一条，有文字的绝对是有文明。那文字，我们的中国的文字是唯一用到今天而没有中断的，你服不服啊？我是学古文字的，古文字经过了几次变化知道吗？最早的古文字是什么？错，甲骨文不是最早的，全国中医药大学的医古文教材新世纪第一版教材主编张其成专门有一张汉字文字。我告诉你，文字的变化一般的说是5种，最早是甲骨文，错，最早是什么？最早是什么？说八卦文也太过了啊！八卦毕竟离文字还有一段路，但是是陶文，刻在陶器上，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了，是陶文。陶文、甲骨文、金文，还有什么篆文、隶书、楷书，一共6种。这6种变化虽然字体发生了6次变化，但是造字方法一点都没变。有几种造字法你知道吗？有6种：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你看，所以我告诉你啊，汉字就是象形文字。这种思维啊，我们中国人的你看这种思维没有变啊。啊。所以大家记住，这是我们做了一个练习啊，大家做得很好，100分。啊，后面还有2个练习，我们今天要把八卦讲透，然后再看它跟五行啊、四象啊、河图啊、洛书啊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休息一下接着说，谢谢。起立。行礼，先生辛苦了。章节提示：一，艮卦为山，最主要的特点是宁静。艮是停止、制止、终止之意。二，取象思维及形象思维，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也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三，中国最早的古文字是陶文，汉字的6种造字方法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